到美综合报道。30岁男孩欧巴金秀贤去年10月以现役陆军身份低调入伍，将暂别娱乐圈两年，上月又获得首次休假，被网友捕捉到去网咖放风的照片，一发热烈讨论。金秀贤身穿军服，顶住阿兵格头，坐在电脑前，他以专注的眼神看住荧幕，正在打线上游戏觉得求生，椅背上还挂住绣有自己名字的迷彩服，以此推测此时间点因为上月首度休假外出，粉丝看到欧巴专心打电动，纷纷直呼好可爱，看那剧情会神的小模样，哈哈，还是帅，军人都很辛苦，应当是时调整心情呢。穿军装的金秀贤好迷人啊，全世界都知道他在网吧玩了，但也有人认为金秀贤现在身份为军人，即使休假也不该出现在网咖，确实不该穿军装去，这是一种代表住重要形象的身份吧，出现在网吧好像有点不妥，可以去网咖啊。不过穿普通休闲装聚会不会更好？金秀贤去年十月以现役陆军身份低调入伍，反射自 NAVER 金秀贤抛网咖被捕获，反射自 NAVER 金秀贤预计明年7月22日退伍，反射自 NAVER